3月28号，湖南卫视歌手2019请回答歌手线下展暨第九届芒果 TV 会员开放日在马栏山广场正式揭幕，届时节目的歌手以及帮唱嘉宾也悉数亮相。大家好，我叫吴青峰，这是我的好朋友陈立。好，都很腼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立，第一次来到歌手舞台，我是青峰的好朋友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深入人心男团，那我们今天也有幸请到了金马希，是我们的嘉宾。会展中随节目走过7年历程的文物都将出展，此次展区共分为三大主体，其一是歌手与歌迷的专属互动舞台，其二是收录歌手金曲的巨型留声机，而第三也是此次线下展重中之重，音符形状的主展馆。展区将在歌手们一同触碰启动球后正式揭幕。来，一起，三二一，开启。哇哇，记录一下这具有历史性的一刻，从今天开始到4月12号都会在这里陪伴各位。不仅如此，随后歌手们还一同在签名墙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。芒果 TV 会员频道在节目后也在现场发放粉丝福利，通过抽选为粉丝们暖心送出由歌手签名的精美礼品。芒果聊新闻预祝歌手们演出顺利啊，报道。